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2 到 5.3 卡时强度洗牌双人全卡加火神必抽夏斯卡冰女未来可期 5.2 立本回归 5.3 到 5.4 卡时更改女香萝莉来了水神复刻时间曝光元神娜塔 5.2 卡时即将到来新角色夏斯卡也即将 up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一起来看看吧有关于 5.2 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也已经确定废话不多说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11点8日晚上也会和大家如期见面当然了300原石的兑换码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领取同时在后续的11月11日日历本也将迎来回归还是非常香的而说起后续 5.3 到 5.4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3 卡池新五星分别是火神马威卡茜特拉利复刻角色说的最多的是闲云申鹤个人感觉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5.3 作为海灯节版本这两位复刻倒也合情合理至于后续的 5.4 卡池就目前未登场的角色也就雷系长枪黑皮小萝莉伊安山了之前虽然有提到平姥姥登场不过目前来看延期的可能性较大复刻角色的话按照顺序也就水神弗宁娜和温迪没有复刻了其中水神大概率会在 5.4 卡池复刻当然了版本跨度大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原神娜塔 5.2 版本的前瞻直播终于要来了除了300原石兑换码的奖励外新五星恰斯卡火神马威卡茜特拉利等角色也会陆续 up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而说起 5.2 到 5.3 卡池角色抽取规划等相关一起来看看吧有关于 5.2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恰斯卡已经官宣强度方面的话目前来看还算不错不过大世界能力更强低命情况下配对限制多想要玩得舒服还得二命对于缺少娜塔主 C 以及喜欢大世界探索的玩家而言这一金的成本还是非常推荐入手的目前来看是个未来可期的角色或许成娜塔战舰的一员也说不准而说起5月2日卡池三位复刻角色的安排根据网传的消息来看分别是林尼水龙王纳维莱特钟离其中林尼可以直接跳过主 C 现在这么卷有龙扑等角色已然够用那维莱特和钟离这两位抽取优先级极高最低保证两个角色抽零命钟离零命高于水龙水龙有条件可以拿下一命绝对是不亏的至于后续的 5.3 卡池据说是火神马威卡冰女茜特拉利登场其中火神不用多说基本上和大多数神命一样低命可用高命起飞即便是零命抽了都不亏冰女现在定位难评不过基本上就是在生存辅助和增伤辅助之间徘徊还是可以观望一波的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更想抽哪一位角色呢